假如巨蟹座当班长。杨爸爸，你怎么可以不带校章呢？会扣分的。哈小浪，快把校服拉链拉起来，影响仪容仪表。王双双，学校规定学生不能染头发，你会被通报批评的。我太难了。假如水瓶座当班长。这节课老师没来，大家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我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历史、地理都可以，毕竟我是个天才。真是高手，哇，真是高手，真是高手。